通阳高速的如东东。车门两边都封掉了。刷牙洗脸这个少不了的，再狼狈也要尽量搞得不那么狼狈。发动一下，4月26号，上午8点钟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飞猫。现在在我们南通如东的通阳高速如东东出口这边，昨天晚上10点钟到这里。这个每个地方的政策不一样，而且同一个地方它的政策也在变化。之前过来是单位里报备，然后你下了高速，核酸抗原做好，给你封条一天，自己开到厂里去。那今天是核酸抗原做好，封条一天，让你开到停车场来，等厂里来接。早晨7点钟已经跟货主联系了，货主说要等社区的人过来一起接。今天在如东卸一家，然后再去我们如皋卸一家，卸完之后再去海岸装货。上午9:20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还没有过来。刚才打电话说今天在做全民核酸，现在没有空，稍微要等一会儿。有人说现在的运费老高了，为什么高？成本上去了，以前一天能干完的活儿，现在要2天甚至3天。那以前我们可以走下面国省道省点过路费，现在要全程高速，千座万座亏本的生意没人会做，那运费肯定要上去了。我那个导航到哪里啊？你那个线在哪里啊？来接你的。哪个车？就这个。哦，宝马的是吧？好好好好好，可以了。朝阳纺织啊。行驶证呢？行驶证。啊。行驶证也要拿吗？不
啊？那你待会儿靠你上高速的时候，我就给你了，我们一起走的。哦。啊。哦，你是社区里的是吧？哦。来来来来来。哦。11:10了，卸完了，走了，我们去如皋了。哦。好车了啊！啊，马拉松的开口，我到这里，到这儿搞站中去。好，我走了啊！再见 啊，辛苦啊！我要拍个照片。哦，你你进去，我拍个照片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这都是卸完货，目前还没找到货的车辆。走了，我们走了。拜拜，如东。15上面的车子比前几天多多了，白蒲出口还有8公里。最近南通能不来就不要来啊，兄弟们。
那这是核酸。好，身份码。来。好，走。岁月匆匆，像阵风。68块。你要什么手续？给我挂了。白补的。这就是他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说你直接去做什么核酸。好的，你先打电话跟他说，你现在去做核酸了，叫他赶紧。啊，12点半，做了个核酸，做了个快筛，就让我走了。然后在前面再贴封条啊。贴吧。要到前面消毒啊。卸货了。倩儿你啊。好，谢谢。1点钟了，到厂里准备卸货了。我刚才点了一份肯德基，还不送进来，就帮忙卸货的师傅到门口去拿。吃饭了。真香。我们在车上这才多长时间啊？已经感觉浑身不舒服。我们去想一想那些封闭在家里的。甚至那些没有食物的人们，可以讲是度日如年啊，太可怜了。快了，快结束了。麻烦你帮我亲个嘴哦。哎呀。谢谢你啊，老弟。好的，包括照片。好，辛苦。2020了，写完了。你好。看一下证件。哦，谢谢。看看证件。哦，我来看一下啊。对的。啊，走了啊，拜拜。给了一瓶水啊，一包饼干啊，还是蛮客气的。走了，拜拜。您好，欢迎光临。走了。
3:35到了启阳高速的海岸西出口。60.92。哎，4点钟了，车子停好，去做核酸抗原。那不是我的口，他是我那里口的点啊，他们是送。啊？5点钟了，手续全部办好，走了，去厂里了。大哥，我本地的。还有一个车刚刚回来，准备装货了。这两天厂里也是，哎呀，辛苦啊。晚上的8点了，去浙江的货装完了，又一个轮回即将开始。我们南通素来有6县1市，六县里面又分南山县和北山县。南山县有启东、海门、通州，北山县如东、如皋、海安。那我们北山县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南山县来说要稍微落后一点点，那所以我们北山县又是贫穷的代名词。那今天我从我们北山县的如东卸货到如皋，然后再到海安装货，做了3次核酸和抗原，办了3次通行证。那在你们看来，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可思议？但它又确确实实发生在我们身边。就是这样不停地做核酸抗原，依然洗不清我们的清白，依然遭到一部分人的歧视。中午我在如皋那个厂里叫外卖，外卖小哥到了门口给我打电话，我说我在车上下不去，能不能麻烦你送进来。他一听，哦，货车司机啊，不送不送不送，简直是荒唐。这一次我们货车司机背的这个锅似乎有点重了。就目前来看的话，这个锅依然要背下去。那也许若干年以后我们再回来再看2022年春天的这场疫情，那可能到时候就会觉得这个锅不应该是货车司机背的，也必将不是货车司机背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飞猫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